好，接下来要由我们菲比寻常的菲比来为我们介绍他的故事跟他的诗歌。好，在讲我生命的小故事之前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张图，然后想一下，它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，或是有什么样的故事。那以前呢，我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到爆炸的人，然后就是觉得每一个人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可爱，然后都是很善良的人类，就是相信这个世界完全是美好的。所以以前呢，我就是把朋友看得很重要，然后觉得哦，朋友就是我全世界。然后在这样子的我，就是那时候有交了两个很好的朋友，我们甚至形同姐妹，到我住在某一个好朋友家里面。那可是呢，这时候呢，有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事，朋友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少，就是我们对话越来越少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开始就不会约我，然后变他们两个人，那说秘密的时候好像也会不告诉我，然后眼神看我的时候也是怪怪的，然后甚至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变得很不耐烦。然后再严重一点，就是一群人就围在我的旁边，可是他们是言语攻击，然后甚至呢还踢我身边的柜子、椅子跟桌子。然后这时候我是在重考班，这应该是我可以得到的第二个人生的时候。可是，在面临这样重大的转变的时候，遇到了真真实实的霸凌，然后。这时候我就觉得，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？这世界怎么都变了？这时候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自己，因为我只能靠自己去面对这个大学的人生重要关卡。可是我的世界好像一夕之间改变，所以那时候我的选择就是不断的悲伤，一直哭。就是看到一个人的眼神，然后一个动作，甚至是一个场景，一片落叶掉下来，然后都让我可以感到很悲伤。我还有另外的选择，就是我想不透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为什么这么美好的世界有一天竟然这么的可怕。所以我就开始再来找一个方法来解决，所以我开始想很多的方法。反正那时候已经是职考的前一个月了，然后在那样的状况，我觉得世界要毁灭了，然后我想要找解决方法，可是都解决不了。最后呢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现在就开始，原来我还有一个就是爱我的神，所以我开始低头祷告，而不是去低头沉思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方法。所以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告诉我的神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遭受这样的事情？那我现在面临到人生很重要的关卡，我前面的道路都交给你，因为我发现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，靠自己什么办法也解决不了。所以当在这一刻真真实实的祷告的时候，他给我一句话，他就像寻找他迷失的羊，他听到了我的祷告，也像一个爸爸，爸爸会听小朋友的说话。当我祷告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必惧怕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肝、你的杖都指引我，都安慰我。所以在那之后呢，30天，我得到了很大的平安，还有信心。最后呢，结果不小心考得有点好，然后真的是神很祝福我，也很爱我，然后所以可以遇到更多很棒的朋友，还有一段很多友情，还有一段很棒的感情。然后我也在这样的事情，我可以安慰同样遭受到这样遭遇的人，我可以成为他们的安慰，那我也变得就是依靠神，
我心中的黑暗，希望呢，这样子爱我们的神、爱我们的天父的这样一个爸爸，也可以在你们的心中成为你们一道光的希望。那我们唱这首《希望》。希望，你的花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。
介绍另外一位是比我还要帅的人，有没有非常帅吗？有点尴尬，不好意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雨凤，然后我是公园长老教会的一个弟兄，然后今天呢，我想要调查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中间会祷告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那我大概知道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，祷告，我有两个祷告的故事。然后第一个故事呢，是我在信主之前。那我在信主之前就是一个，就是非常非常自闭，然后没有自信，然后又有点孤僻的人，然后就是可能会一点吉他，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子。然后走在路上就是我大一的时候走在路上这样，就是我一直在调整我自己的那个走路姿势，因为有点就是怎么样，就是我要挺胸，但是就是会变得很怪，然后大家就以为我是一个很拽的学弟这样子，这其实不是，就是我就是在矫正我的那个，对，好，有点偏题。那我信主前呢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又有很多也没有很好，然后又很骄傲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就是遇到很多很多困难，就是比如说感情上面的困难，还有人际关系上面的困难，然后还有那时候又跟一博吵架，一博就是这位，他是我的大一室友，然后那时候忘记什么原因，就是好像是因为一些八卦的事情，然后就跟他吵架。但是他今天就是也到我们教会当中，然后成为我们的弟兄，就是我们就是有经过一段争吵，但是和好的一个过程这样子，然后。那时候我就非常痛苦、难过，因为很多事情一直加在身上，然后，所以，但是就是遇到了我一个基督徒的学长，然后他是在宜兰长老教会的一个学长，他是我就是在清大的，就大，他那时候大四，然后那时候我大二，然后他知道我有这种心灵上面的困难的时候，他就帮我祷告。他跟天父说，就是说，雨峰现在就是面临非常多的困难，然后有人际关系有困难，还有感情上面的，还有朋友上面的困难，所以，然后求主帮助他可以度过这个难关，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子，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就是单单只是为了我，然后为了我而祷告，然后那个当下就是我非常的就是很释放，就是崩溃，然后从此我就对于这个信仰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奇，然后就因此而来到教会，所以我认识这个信仰是从别人帮我祷告之后，然后我才进到教会，然后我自己也学着怎么祷告，然后读圣经，然后唱诗歌，所以我慢慢发现，你身边有很多，你就是你心里上面有很多困难的时候，真的，你只要愿意开口向上帝祷告，那件事情就会把那个重，就想象一下，把那个重担就把交在神的肩膀上面，然后你自己就变得很轻省，你就变得很轻松这样子，对，好，然后第二个故事呢？就是回到我的家庭，就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，我爸爸他就得癌症，然后是肝癌第三期，然后那时候我也去做了一个手术，就是捐肝给我的爸爸，对，然后就是隔年呢，就是在前几个月，只要一两个月前，就是又发现那个肝癌就是。那个癌细胞又扩散出去，然后又长了两颗在肚子上面，然后那时候我们整个家庭的那个气氛都很差，然后妈妈就是很担心我爸会有一天就突然走了，然后家里的经济
家里的，对吧、啊？就是经济上面就很遇到很大的困难，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家里赚钱就是我爸妈，然后，所以他就我那时候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就是一直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，很焦虑，然后又很难过，可是同时间就是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，因为即使遇到这么多困难，还是要撑下去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妈妈的角色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之后，然后就我也觉得很难过这样子。然后但是只要听到会有点太多负能量了，我实在接受不了，我就旁边，然后我去上个厕所，然后就是去厕所里面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上帝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保守我妈妈的心，保守她可以度过这个难关，就是即使爸爸的病就是在很严重，但是求主还是保守他的心，可以把那个重担卸下来，然后。”
好，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团契的 C Group， 就是我们团契。